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，我係蔡振永。預料今日咧仍然風勢係比較微弱，同埋有啲濕啊。但係咧預料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咧，會喺今晚至到聽朝早會抵達華南沿岸噶咯。一齊睇下外邊最新嘅氣温。今朝早各區温咧都係介乎喺18至到20度嘅。而大範圍嘅衛星雲圖上面可以見到，一道雲帶咧正係覆蓋住廣東沿岸啦。但係咧，呢度雲帶咧唔算係好厚實嘅啫。預料咧，我哋今日都有機會會見到一啲嘅陽光。睇翻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，係大致多雲，部分地區能見度係頗低。初時咧會有一兩陣嘅微雨，日間咧短暫時間會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咧會上翻去到23度。風方面咧係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，晚上咧風勢會係清勁噶。而至於嚟緊幾日嘅天氣展望，我哋可以睇睇電腦預測嘅雲雨預報。預料咧，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咧，會喺今晚至到聽朝早咧係抵達華南沿岸噶。受到呢股偏東氣流影響咧，預料咧聽日風勢咧會係幾大嘅，而且咧未來兩三日咧仲會比較多雲天。所以展望方面，預料咧聽日咧風勢係較大噶，而未來兩三日咧係大致多雲，亦都會有薄霧嘅噃。好啦，今朝早嘅天氣就講到呢度，再見。